控權主啲後送做得講係全國各里多平房嘅最明一套風險。我武漢疫情之前爆發之後，控權人員是很有機會直接接觸到可能確診嘅人，就當高風險。根據民間救護車公司客家市企業家主同救護集團過三年出行機機載充氣式符合隔離艙，本推動控權取中，係講中嘅效果好。內政部為了也考慮。而排布全国的空军群众，一副人员坐等隔离室，无人用四间的隔离床，都可能系武汉肺炎的病人，直接送上直升机。一撮超加十八万元的从医室负压隔离床，系来自新竹宝山的合适的企业家建的，也系全国第一撮直升机别人其他国用的负压隔离床。隔离舱它是吸带式的，那这个舱体本身是可以直接抛弃的，那它的主机是重复使用。台中副首都蓝衣的德亮在里头，过去一年出关税几百千，里头轻松医疗为傲呢。其实呢，救援人员当只无确定病人系咪有传染病，约一套负压式隔离床，做得本救援人员要向个太保障。台中香港用的成效以后，海外会变作全国空前水的标准 PP。我们会比较用到都是一些比较新兴传染病，因为它的传染性比较高，可能它的治病或致死的风险比较高的时候，会用到这种比较高单价的这样的一个隔离舱。试装的阶段，如果可以都可以符合我们的要求，未来我们包含其他的所有的驻地，我们都会把它配备上。特别台东县接受见证的院长姚庆林也讲，就算台东一下无确诊，也无居家隔离的业。不过沙里五二年甲还是要一面留言下，脚下做好今年的防疫工作。漳州的本台东持续不会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下个新闻是今面台东报道。